单鞋，单靴的。这都是单靴的。多少钱这个？450。这颜色不好看。或者这喀色，喀色也可以。我搜一下你抖音了，我关注你一下。哎，你会加工服装？我会。那这件都20多年了，那不加工砍件？你两面都能穿的是最好，知道吧？啊，两面都能穿。哎，你可以今天这个穿那个，明天可以穿这个。那个你给我选一套。你要做马甲，你就可以要这个就可以。